昨日，释小龙在北京宣传自己的新电影，当天也正是何洁结婚的日子。何洁发长微博中有一段写道：我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从19岁进入这个圈子到现在，巨大的改变使我相当长时间生活在迷茫中，不成熟的恋爱让我一度觉得爱情不属于我。当释小龙被问怎么看何洁所说的不成熟的恋爱时，释小龙表示没有看到这条微博，随后大方表示：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日子，当然对于女生来说很重要，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幸福开心就好了。当问及有没有给对方送去祝福时，释小龙支吾表示没有送短信祝福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如今释小龙也被爆出有了新女友，疑似释小龙新任女友王若依的照片也在网上爆出，照片中的女孩皮肤白皙，脸大唇丰，十分性感，更有几张低胸露背照让网友大赞美丽动人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，只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瑞。